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今天准备先领莹莹去打疫苗去。莹莹18个月了，据说那个18个月的疫苗是3针呢，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一堆打？是今天一天打3针吗？不知道啊。那太恐怖了。啊，应该不能吧？那一天3针的孩子哭成啥样似的？莹莹在这儿呢，还啥也不知道呢，还在搁那美呢。紧不紧张，莹莹？啊，有点热了啊。马上到了。人家买的，小代码。嗯。莹莹，你听没听见以前里边的小宝宝在哭？听没听见？哎呀，一进来一闻着这种味儿，就莫名的紧张。朋友们，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打针是什么样的？你刚来吗？啊，刚来。啊，18个月。18个月。啊。是吗？变样了。嗯，变样了，半年之后变样了。莹莹被这小玩具吸引了，好好玩。莹莹，我在这排号呢，莹莹溜达上了，把衣服脱了溜达溜达，多热呀！你脱了？帽子呢？帽子脱。等会儿我给你进啊。你好，那个孩子18个月。打针，这月是有3针吗？能分开打吗？嗯，今天正常能打2针，就把以后一个麻塞封。行，那你今天打2针，完了下个月是不是再打一针？对，下个月一个月之后了。嗯。然后你今天打完2针，就该回家给孩子多喝点水了。多喝水。对，多喝水。行。提完检了是吗？对，提完检。再换一个号。欢迎使用神经预防接种询问诊管理系统。哎呀，莹莹要开始打针了，半年没打针之后，今天打完针不得哭啊！哎呀，又看着那个小木马了。哎呀，玩了吗，莹莹？玩没玩啊？玩去吧。去吧。你想玩哪个就自己玩。啊，行。哎呀妈！懵了，看那小样。啊，那小孩哭了哈。先露左边。你好啊。没有麻腮风，白夫。白夫拿了吗？等着呢，三个人。怕不怕莹莹啊？那个小姐姐哭了，小妹妹。哎，别动，手不能动，手不能动啊！别动莹莹。好，没事。哎呀，真棒，宝贝，好棒啊！还不开心的那嘴撇了，没事没事，还有一边一起哭，一起哭。哎呀，一下打2针，你看看。嗯。
哎呀，好棒，宝贝。没了没了。没了观察半小时。行。真棒，莹莹，你怎么这么棒？走。别撇嘴了，是不是？别撇了，没事了。上外面哭去吧。真棒，宝贝，没感觉是吗？没感觉。没感觉，就是没感觉。去玩去吧，那小马，快去，去玩去吧。妈给拿出来了。要这个吗？骑吧。啊，还要这个，来，来吧。太多了，不能了。不能的，你都拿出来啊。来，我帮你玩吧。哎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打完针还给颗糖吃，现在没有了哈。你记不记得了？记得，给了小糖豆。啊，是不是现在这个莹莹这个月份应该是不适合吃那个糖豆啊？还是没看到有别的孩子，也没看到有吃的。应该是取消了，我感觉。那糖好像是驱虫的，是吗？对，以前是驱虫的，那现在应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那个孩子就是肚子有虫了哈。不知道，可能给取消了，或者是怎么的。嗯，糖豆是没有。嗯。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你们童年的时候打针是啥样吗？有没有糖吃？可以在那个评论区留言，看看咱们小时候都有什么分别。